韦斯勒来到了洛杉矶。此时的迈克尔不惜一切代价，就只为了能给萨拉报仇。马洪加入公司后，成为了格雷琴和韦斯勒的专职司机。三人准备去执行一个任务，格雷琴要求韦斯勒拿回一张数据卡。很快三人到达了任务地点，他们不知道的是迈克尔正在远处监视着他们。格雷琴和韦斯勒进入了酒店大厅，迈克尔则装作工作人员也混进了酒店。韦斯勒在酒店中见到了接头人杰森，这次的接头他们已经安排了几个月，但没想到韦斯勒不幸进入监狱，这才停止。韦斯勒将钱给杰森后，杰森将数据卡就交到了韦斯勒的手中。没想到这时韦斯勒突然拿出枪将两人射杀，随后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从房间走了出来。迈克尔看见韦斯勒出来就赶快跟了上去。韦斯勒来到一个小房间，将刚刚拿到的数据卡做了备份。就在这时，迈克尔拿着枪走了进来，格雷琴刚好赶来，直接撞在了迈克尔的枪口上。迈克尔刚刚表明自己的来意，没想到格雷琴竟称萨拉还活着。当时萨拉趁他们不注意逃走了，格雷琴怕没有能威胁迈克尔的筹码，就编造了这个故事。如果林肯当时仔细看箱子里的那个头，他就会发现那其实是另一具尸体上的。格雷琴让迈克尔回去问问林肯，他当时有没有仔细地看过那个头。就在迈克尔和格雷琴对峙时，韦斯勒趁机拔出手枪对准了迈克尔。韦斯勒告诉迈克尔，如果你现在杀了他，你就永远也不知道萨拉在什么地方了。迈克尔为了萨拉只好收起枪。韦斯勒和格雷琴迅速地离开了酒店。随后格雷琴找到了公司大佬光头哥，光头哥狠狠地责骂了格雷琴，让格雷琴一头雾水，自己已经将数据卡交给了他，光头哥怎么还这么生气？没想到光头哥称格雷琴给自己的数据卡是个赝品，格雷琴瞬间想到应该是韦斯勒做了手脚，但光头哥并不想再给格雷琴机会，就让手下黑胖子将枪对准了格雷琴。另一边，迈克尔给林肯打来了电话。此时的林肯带着索菲亚和 LJ 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林肯告诉迈克尔，索纳监狱三天前被囚犯们夷为平地，自己看报纸才得知逃出来的有强哥、妈宝男和费尔南多。这迈克尔很是吃惊，没有想到费尔南多竟被抓到了监狱。迈克尔告诉林肯，萨拉可能还没有死，就询问林肯当时看到了什么。林肯称当时在昏暗的车库中，自己看到了一个头颅，自己可以确定那就是萨拉，让迈克尔不要再纠结这件事了。迈克尔并不想多说什么，就挂断了电话。随后迈克尔打开电脑，登上了自己和费尔南多联系的网站。迈克尔想看看上面有没有费尔南多给自己的留言，没想到网站有一条留言称自己知道萨拉的下落。迈克尔赶快来到了相约的地点，马洪出现在了迈克尔的身后。马洪告诉迈克尔，现在自己和韦斯勒在对付公司，迈克尔只想知道萨拉的下落，并不关心这些。马洪告诉迈克尔，韦斯勒得到一张数据卡，被公司称为希拉，那就像是公司的黑名册，里面记录着他们所有的特工和行动，但只要公司还追杀我们，我们就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。马洪称韦斯勒知道萨拉的下落，这需要你当面去询问他。很快马洪就安排迈克尔和韦斯勒见面。韦斯勒拿出了自己得到的希拉，并告诉迈克尔，想要破解里面的东西就需要闯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，自己的那本书里有闯入的信息，不过现在那本书不见了，自己相信如果有迈克尔的帮助就会容易很多。迈克尔现在只想知道萨拉的下落。韦斯勒告诉迈克尔，萨拉在一周前就购买了前往芝加哥的车票，相信现在他一定就在芝加哥。刚刚说到这里时，韦斯勒被一枪爆头，迈克尔和马洪赶快藏了起来。只见黑胖子走来，拿走了韦斯勒身上的希拉。黑胖子将希拉交给了光头哥，光头哥验证后可以确定这是真正的希拉。随后光头哥让黑胖子杀了和韦斯勒接触过的所有人。领到任务的黑胖子下了车。另一边，林肯带着索菲亚和 LJ 在市场上买东西。林肯明显地感觉到有人在监视着自己，林肯赶快带两人躲到了一边。很快公司的人拿着枪出现在了林肯的面前，林肯只好上前和他扭打在了一起，结果不小心走火，将公司的人直接杀死。这一幕刚好被附近的警察看到，林肯不想让索菲亚和 LJ 陷入危险，只好自首，让警察将自己抓了起来。黑胖子则来到了马洪前妻的家中，马洪前妻称自己也不知道马洪在什么地方，没想到黑胖子直接强行闯入了家中。迈克尔来到路边给白发哥打去了电话，迈克尔知道他曾经帮助了萨拉很多，他有可能知道萨拉的下落。白发哥让迈克尔半小时后在酒店门口等自己，没想到就在这时警察认出了迈克尔，将迈克尔直接逮捕。
随后迈克尔就被带到了一间房子中。一名自称是国土安全局的特工塞尔夫找到了迈克尔，塞尔夫称韦斯勒是去公司做卧底的，他本来应该将备份希拉交给自己，没想到在任务中被杀。塞尔夫称自己可以消除迈克尔所有的案底，但要求就是迈克尔帮自己找到希拉。迈克尔想要让塞尔夫先帮自己找到萨拉，塞尔夫称那需要20个部门同时签字，谁也不敢保证里面有没有公司的人。随后塞尔夫拿出了迈克尔父亲老白的笔记，他告诉迈克尔老白一直在追查着希拉，还将林肯被捕的事也告诉了迈克尔。迈克尔想先和林肯谈谈再做决定。马洪开车去前妻家时，发现警察已经封锁了房间，马洪瞬间猜想到可能是前妻和儿子遇害，他不顾一切地向房间里冲了进去。警察赶快上前将马洪拦在了外面。费尔南多则在医院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这让费尔南多非常的高兴。但不久费尔南多看到门口有可疑的人，他瞬间反应过来是玛丽的姐姐出卖了自己。费尔南多将女儿交给姐姐，赶快从医院跑出来上了妈宝男的车，警察们也迅速赶到将两人的车拦了下来，并将两人当场逮捕。林肯这时被带到了迈克尔的面前，迈克尔和塞尔夫将所有事情告诉林肯。塞尔夫称现在需要迈克尔先得到希拉，然后去公司总部将希拉破解，但公司总部的具体位置没人知道，这让迈克尔和林肯非常的纠结，到底该不该帮国土安全局去找希拉。不久后塞尔夫称有人为两人交了钱，将两人保释了出去。当迈克尔和林肯出来后，发现保释自己的人正是白发哥。白发哥将两人带到了一间别墅中，迈克尔在别墅中见到了萨拉，这让迈克尔非常的高兴，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。这一整天两人都腻在一起，迈克尔将有人找自己弄垮公司的事告诉了萨拉，但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时迈克尔看到了萨拉背后伤痕，很是心疼。萨拉称这一切都是公司做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瞬间飞了进来，迈克尔、萨拉和林肯赶快冲出了房间，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迈克尔这时明白，让几人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搞垮公司，否则公司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迈克尔马上就给塞尔夫打去电话，称自己同意加入。第二天，迈克尔来到塞尔夫安排的房间中，他在这里还见到了费尔南多、妈宝男和马洪，这三人也是迈克尔让塞尔夫找来的。有了这几人的帮忙，找到希拉就会更容易一些。妈宝男称韦斯勒的那本鸟类杂志在强哥的手中，但没有人知道强哥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强哥此时和修女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很快强哥安排的车到了门口，强哥只好依依不舍地和修女告别，因为自己要去做一件大事，那就是找迈克尔报仇。强哥在车上时给几人讲着迈克尔，并称自己有着和迈克尔一样聪明的头脑，一样的领导力和一样的个人魅力，但是他就是看不起我。同行的两人看到了强哥背着的钱，就在半路上将强哥和司机直接扔了下去。他们抢走了强哥身上的钱，将没有用的鸟类杂志扔给了他。强哥好不容易燃起的复仇小火苗就被这样扑灭了。另一边，迈克和几人商量好了开始行动。第二天所有人全部出发，塞尔夫给几人弄了新的身份，还将迈克尔前部的纹身洗了下去。第二天所有人来到了塞尔夫为几人准备的飞机旁，塞尔夫称这次行动成功的话，所有人都可以免除牢狱之灾，如果在行动中死亡将会被赋予体面的葬礼，但如果有人逃跑就会被追捕并当场击毙。随后大家登上了飞机前往任务地点。越狱第四季的第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迈克尔之后如何取得希拉，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冒险呢？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，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越狱这部美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